毕竟在这个行业做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给别人一个好的印象吧。一款新故事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尽管心不死，但是身已老啊。这个东西说实话，对不对？这个没有办法。无论秦泽静再怎么争辩，都改变不了被淘汰的命运。他注定要被改革的巨人碾压在泥土下。公司改革持续推进的同时，谢志也履行妻子的约定，月底抽空回到长沙去看望家人。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大半夜了，提了一大摞东西到家，家里的三个孩子见到他非常开心。谢志一年在家的次数很少，导致孩子跟他不怎么亲近。8年前的谢志进入湖南的一家大型家具企业，用6年的时间从助理做到了公司副总。前年为了孩子刚换了一套房，谢志的妈妈非常满意儿子。希望他在家里的时间多一点哦。那也不嘞，也可他长得才有环条吧。